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一直咱都是干室内的，今天干个室外的。给我宜家也装个雨罩。安装雨罩的视频呢，我们之前也拍过，大概半年左右吧。关注我时间长的应该都知道这个。上一次我们装的是一个商铺，商铺上面装的一共是四块还是五块我都忘记了，一共搭了两部脚手架，因为那个太高了。这个的安装高度呢没有那么高，这个不到四米吧。在隔壁邻居家正在装修，借了一部脚手架，踩着梯子这活儿还真没法干。装在这个一层和二层的接缝处，然后我试了一下里面是空的，本来是要试一下它里面有没有做保温，如果有保温层的话，这个螺丝就要用加长的了。研究了半天，这个还是装在这个一层的这个墙体上，这个墙体是后来砌的，里面是用红砖砌起来的，这个打螺丝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是，它这个墙啊总宽3.3米，然后买回来的这一套呢组合起来也是3.3米，这个总宽度就有一点点略宽了，因为我们打螺丝的时候不可能在边上打，在边上打螺丝的话，要不就钻破了，要不就螺丝也打不住。测量好安装的总长度，然后左右各留几公分，方便打螺丝。这个板就有点长了，所以要把这个板呢切掉一部分。如果要对称的话，那只能每一块都切了，不能光切一块。这个应该是亚克力材质的，这个裁切的话呢也好切。之前我们装过两家呢都是透明板，这个是偏咖色的，应该属于防晒型的。现在我们要在地面把这第一块呢组装好，先预组一下，把这些螺丝呢都找出来，时间长不干都不知道哪个装哪个，要提前做个预组工作。不过这个胶条是升级了，和以前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四面呢都要插好这个胶条，因为刚才我们把那个板材啊切割了，所以这个框架呢也就长了，这个也要切，前后各一条，但是它不一样，切割长度呢和我们的板材一样就可以。切割呢还是用我们的沙龙切割片，这个材质呢是铝合金材质的，比较好切一点。组装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把这个膜的边角撕掉了，但是没有把这个膜全部撕下来，这样对这个亚克力板呢应该有保护，不然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不小心的话就把这个板材啊刮花了。四大框拼接好以后呢，它都是有螺丝固定的，前后都是有螺丝的。螺丝固定好以后呢，这一块就成型了，它就不会散架。但是我们连接下一块的时候，连螺丝就不是这样固定的。现在我们第一块呢，就是装在门头的正中心，正上方。上边缘呢，刚好平行于一层和二层的那个接缝处。这样安装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。这个砖比较硬，必须用玻璃钻头开孔。安装这东西，螺丝能打结实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最怕的里面就是空心砖或者打到砖缝上，这个螺丝就打不紧。还好还好，打这几个孔呢都没有问题，这样螺丝就可以上的比较紧。一个架子两条螺丝，这两个螺丝只要吃上劲儿，这都没有问题，刮风啊下雨啊下雪啊都扛得住。第一块安的很成功，现在我们接着画第二块，第二块也要裁，裁的宽度呢是一样，这样装出来比较对称。我们安装第二块和第三块的时候，这个就提前预组是不可能了，这个要上去和第一块要对接的，架子要往这边来一点了，要不然人没地方站。
这一块呢，我们把胶条和前后的边条呢都已经插好了，现在我们根据它的实际尺寸然后往这边量，确定好位置呢，我们先在这里画孔，画孔先打孔。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必须这个测量的要精准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把那一块板呢先插上去，把这个边框也插上去，根据实际的位置我们画孔也可以，不过那样比较麻烦。最边上的框架呢，我们离墙边呢大概留了5到6公分的距离，要不然的话太靠边这个砖容易打破。另一个就是这个螺丝怕不太沉重，还好还好，这个螺丝孔呢刚好对上了，测量的比较精准，没有问题。后边由于靠墙，这个螺丝我们拧紧就可以了，后边的框架也不用说打螺丝再固定了。但是前边呢一定要锁螺丝的，这个边上呢它是有螺丝孔，但是和中间这个板连接处呢它是用一个钻尾丝把这个穿住就可以，这样它就连接成一个整体。上边的膜撕掉，看一下它这个透光性，看一下这个色调是不是挺漂亮。现在装好两块了，看起来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已经有效果了。两边的安装方法一样，打好孔再上板。不过在这边安装呢，脚手架也只能到墙盖，这个板呢宽度刚好在这个墙的中心，这边站人的地方不太宽裕，骑在这个墙头上勉强这活也能干，实在不行就得在邻居家搭个梯子了。这就是三块装出来的效果。雨罩的后边呢靠着墙那个部分有一条缝隙，这个看得比较清楚，这个部分呢只能给它打点玻璃胶了，把这个堵上，避免就是下雨的时候有那个水会从这里流下来。这个时候用我们这个透明的玻璃胶打出来效果就不太好了，打完和没打感觉一样，如果有个黑色的那个结构胶打上，这个效果好一点。一共三块板子，安装时间包括我们切割什么的，一共折腾了2.5小时。这个雨罩呢就算完活了，看一下这个门多么的气派呀、看这个小狗，这小狗叫啥来着我给忘了。还有一个小活，就是在这个门头的这个边角处装一个太阳能灯，这里没有路灯，所以装这么一个灯有好处，晚上回来的时候这里就会亮，开门就方便多了。看来这是家家户户必备啊，看他们对门这个邻居家也有这么一个灯。这就是我们北方的小二楼，